要戒吃药，咳嗽最难好。我刚在楼下看到一场车祸，哎，超多人围观的。我是真的喜欢往上飞，如果我有说谎，我愿意遭天打雷劈配车撞。终于，啊，就小擦伤而已呀，你要人家赔10万，撞人家，你敲诈。 报道爱的故事，本节目由英国节冠名播出。